火箭主场对阵国王，全场命中20记三分，以132-112轻取国王，获得四连胜。开场福克斯、香波特为国王领先开局，大卡佩拉两次补篮，保罗命中三分，火箭迅速缩小分差。此后哈登和恩尼斯联手打出7-0反超，国王不甘示弱，福克斯、博格达诺维奇、巴格利等人回敬一波11-0。保罗在最后两分钟爆发得到9分，杰拉德格连线上惊人暴扣，火箭首节36-29领先。次节博格达诺维奇命中三分，但保罗回敬2+1，戈登连中远投，博格达诺维奇仍然带队进了，塔克上篮回敬，哈登快攻，卡佩拉扣篮，克拉克三分，火箭一波9-0再次拉开。上半场火箭71-59领先国王，第三节希尔都连续得分，但哈登、保罗命中三分，卡佩拉吃饼，分差扩大到19分，福克斯和希尔德止血，哈登又爆败火箭10分，分差拉大到24分，国王几乎奋力追分，大格林、保罗又是三记三分，火箭领先23分进入末节。第四节格林命中远投，火箭领先到26分，不过哈登、戈登、保罗仍然留在场上，却把火箭万无一失，最终大胜国王取得四连胜。哈登34分8助攻3段6失误，保罗24分9助攻8失误，卡佩拉23分16板5帽，塔克9分8板，戈登11分5助攻，格林17分，希尔德23分7板，福克斯19分，博格达诺维奇14分，巴格利16分8板。